我给你的小礼物啊。门内姻缘一线牵，珍惜这段缘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阮南志，欢迎来到门的世界。林哥，什么脑子啊？那个白洁她根本就是……白洁怎么了？今晚先别睡，等天黑我们就走。门里肯定是有限制的，不会让我们钻这种低级漏洞。好漂亮的男人，白洁不喜欢你这种话多的，挂了。李冬云喜欢白洁啊？怎么，白洁不好吗？好，挺好的。哥，对不起了。玲玲哥，我也害怕。玲玲哥，林玲玲，你听话。